会让你的肚子温暖，那整个身体会变得好像轻快起来。啊，再来喝到喝一宵哈，你也感觉你的目睭突然间好像打电灯安尼亮起来，突然间精神来种，目睭会金个，这叫做养生，还效果出来。啊，若无这个效果的时候，你也感觉比较爱困啊，那就不对了。啊，所以咱。单用这个仪器保温效果很好，增加温度了，对吧？啊，无你一点过来，面的温度加也无够。哦，那等下咱个标擦擦了后，咱就把这个把肯尼加入来，然后你大概盖一半这样子，啊，我一烘焙，啊，你差不多熄灯精了，你再把辣椒酱上下再给它换动一下，下面给它换到上面来，因为咱做较济嘛，哎，让它换动一下，啊，你。我那感官，你室内的生香哦，那比那辣椒跟麻油那些香味，啊，你差不多伫个，你家己控制十二点钟，家己其实是二十四点钟啦。你最少爱让伊低温烘焙一天到两天。啊，咱家己你家己看卖，咱这低温烘焙的意思是讲，你甲内面的酵素，因为肯固的超生的原因就是酵素，那个酵素要拿掉，还有一些细菌要杀掉。还要用一些低温的烘焙方式给它烘掉就是了。哦，黄姜对咱人的身体哦，串起，还有那个补气也好个。柠檬哦，咱本身也柠檬皮是很好。哦。柠檬哦，有柠檬酸。柠檬皮的好。柠檬皮，那你也可以柠檬皮的时候，你用柠檬叶子。哦。柠檬叶子也可以代替它来用。还是有一个叫做香茅。以及香兰啊，香茅，香茅叶也可以啊。香茅叶你嘛搞下嘴，过来就是油、酱油、糖，这种2:2:2哈。啊，咱个陶锅就在家先把陶锅加热以后，再把油加进去，让它油滚。然后你把你陶锅这个料哈倒进来，在那边炒一下。啊，你把那个调味料也丢进去，调味料就是糖、酱油。油这个叫做调，啊，糖跟酱油算是调味料了。好，啊，你给我滚点一道，因为你的油跟酱油的量比辣椒还要多了，所以你有那赶快一个液体，我来滚。啊，一来滚改料，咱就更容易电锅保温啊。所以，那咱即摆就是在哪个滚改的噻？滚改就无咱的代志啊，纯电锅。哎，让它去烘焙。然后我们你记得差不多四点钟给它冰冰的，外面不用加水，通通不要加水，我们用保温来烘焙。你可能刚刚有没有听？电锅烘焙法就是电锅先压下去让它移热，不要通通都卖冷水。你要到时候开起来了，这个挂小挂电炉开，没有一些水汽该伊的酵素跑掉，或者是没伊的超，咱讲那烘焙的话，超乎里边烘焙掉。好，那就要蛋盖中这时候在滚啊，你们可以靠近一点看，你中央还没有滚啊，让它滚起来。滚起来有一个效果是要杀菌的，啊，因为这低温烘焙它就没办法杀菌。一天到两天，大家将它长一点。啊，你那些酱油酱哦，就大概放一天左右就好了。可是他们那个姜有没有对那个姜有没有说要炒到有点柔柔啊？其他的没。通通不要，就是滚了就好了，让它低温烘焙一下。啊，一样，但是它姜跟油的话，姜油是1:2，油一，然后姜二，然后少许的盐。啊，你要口感较好，你当哥放一点柠檬皮或者是柠檬叶。它那个姜也是要打碎，对不对？哎，通通要打碎。然后你姜要连皮一起打。好，哦，刚才少了讲一个哈，哎，我有一个盘啊是带样本的那个辣椒。因为咱食物的全养，咱就是讲去头去尾了，咱价格物件无营养，营养分无够。营养分，这个叫做小宇宙哈，每一项物件拢叫做小宇宙。这个小宇宙你若去掉这部分，
伊就无完全，啊，所以你食营养无够，无够你就想要搁食其他物件。其实咱免食做侪物件，就是因为咱讲去头去尾去皮，所以咱感觉营养无够，营养无够，爱搁自己食几落项，其实唔免，你只要甲头前即个加条加成安尼就好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地我们要这个小宇宙，整个一块完全的营养这样。啊，所以你莫甲你搬掉，啊嘛，这种。好前一个乌咖到家吼，咱就加，只有加拢嘛加掉啊，就加到内面这暗色的家，哦，这是一个步骤。啊，柠檬皮我们也是，啊，冻过啊去里面的果肉。啊，这一罐掉袂拢开，到这了吼，已经很热，1、2、3、4的啊，这四个是这个好多，还加冰热。加点出来，先放，先放，点热点，放出来，再放。